啊，今天我们一天一炷香，还煮那个芹菜炒花枝丸。这种芹菜是那个大贡的哦，吃起来哈，吃起来好吃，品细贡也好吃，就青贡，你是讲我做话讲青贡，然后这个花枝丸切一切，我们把花枝丸切一切，这花枝丸是在那个王中皇那边买的，是在新大港。好，那我们再过来用蒜头，蒜头把它切片。我们现在来热炒。大师，要一汤匙半就可以了。
彩玉粉啊，哈，一般呢看到是红大喜，就是彩玉粉。芹菜炒这个花枝啊、哦，这个花枝丸啦、啊，就是要加一些水，那、啊、不然的话，那个花枝丸会硬硬的，不好吃啊。你加水下去，它会软一点哦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吃啊。好，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煮的那个芹菜炒花枝丸，这超简单的，就用蒜头落去芡香，然后加芹菜落去，炒材料要加一些水哦，加一些水，然后就花这个花枝丸啊，把它切一切，这样子看起来是是不是不是很白的颜色？因为这白啊是白色，可是它这样子配起来，因为我这种灯光它不要跟，是很亮、很亮、很漂亮，很好吃，很下饭的，朋友可以试试看，是一道不错的菜，很好吃的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